这应该大家都歌迷。二十七，正确答案27。又停吗？没有，这边也是。云溪也答，但云溪有配对了。对哦。那我不能选吗？对，没有了。好，配对，恭喜又停。跟班班配对成功。耶，好好玩。七小瓜，你那怎么办？我数字一直乱。好好玩哦。舞曲你不可能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舞曲都对，但他数学不好。我每一首都对。数学太烂，对，烂透。好，欢迎郑美老师，好好玩哦。请出题。要的错。为什么遇见你不是焦点？这首。我输了。这么可爱。这老师的好听。这个很明显啊，好，好，盖起来，盖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挡起来，看清楚了，真是，他已经专门 solo 舞给你了，而且到你们前傻去跳，二一，好，请亮答案。哪一首不玩很好玩嘞？来来来，我卷到，没关系，很好玩嘞。要我要猜什么？你十三，又算错，又算有一个零啊。十哎，十还比较接近啊，而且他哈尼答对，哈尼也答对啊，恭喜，好吧，凯蒂，剩下我们的麦当劳，我还是要算那个，没，他还算，你还是要麦当劳，那我要算，你还是没写出来答案的话，我可以讲，你就自己一个人比赛，输了，好，欢迎阿妹老师，耶，想看阿妹老师要跳什么？出题，哎呦，自由。我知道这一次的哦，来了来，对啊，我不知道歌名嘞。他就在我面前，再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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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转转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老师换另外一边，哦，还有这个，天后谁啊？老师背后，哎呦，哎，太明显，什么歌？好多少？加起来，加起来 ，O R E A O R E A。好，多少？21上，正确答案17。差的太多了吧？好了好了，那是你的了啦。谢谢谢谢，是你的人。